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在光芒送走当家球星朗格利亚 Ivan。29岁的雅气连续三年投满200局，去年缴出10胜12败，防御率4.07的成绩 ，WHIP 值一。26,201 局投球，共送出249次三振，在竞争激烈的美联东区算是还不错的成绩。不过雅气的合约还要4年才会结束，接下来两年年薪140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4.2亿元。2020-2021年还有球队选项，此时送走雅气似乎也不是当务之急，光芒可慢慢聆听各球团的报价。光芒王牌雅气被点名交易美联社。